好，大家好，小弟，今天我们看看这个高能英雄。好，我们还不休息，大一点的数字。哎呦，好，英文的上楼了。进行新手训练。还有啥的不男性角色吗？当然女性角色。这是华彩吗？那匹配吗？号码充电的，号码还有绝招呢，偷头。看到先锋，特技，这，完事了，这，这是一个游戏奖励，来，都光着想看到先锋，打不下机器人吧。战术绝招，转型游戏，推自动开火。自定义布局，放大一点。这里比较开始，这是好嘛，又是跳伞，这就直接跳了，嘿，跳到我们站到哪里去，好嘛，这个加油兜圈不长。第一回合，信号区倒计时开始。要开哪了？这是？那看到人了，这个方向。这他的下滑场什么呢？终结掉。他哪打我呢？这人，这建筑来
二回合，信号区倒计时开始。有人突袭到前，开始护甲充能。向敌人开火。警告，信号区正在移动，正在运送支援舱。第三回合，信号区倒计时开始。有人突袭信号区，要小心了。敌人开火，炮火摇动，注意隐蔽。警告，信号区正在移动。向敌人开火，向敌人开火，正在运送支援舱。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谢谢广大。剪辑小逆，拍摄小逆，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评论收藏投币。